12月29日，北京，马蓉一身黑色皮衣皮裤，独自现身机场，墨镜遮面，手上拎着的好包超抢眼。心情不错的马蓉边走边听歌，不时展露笑颜，十分自在。期间，马蓉还坐下来低头玩手机，翘腿放松，心情似乎很好。马蓉此次现身机场，也是继喊话王宝强后首度现身。2016年，王宝强微博曝光其妻马蓉出轨其经纪人宋哲一事，曾引发舆论海啸。马蓉于25日微博首次发声，阐明在婚变事件中自己的态度，称其在10年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生儿育女付出所有，问心无愧。